大家好，现在来到整个大邱很像小秦壁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位置属于大邱岛，地址叫北干乡的桥仔村158号。现在开的这间店呢，是由当地的一个胡大哥所经营的，卖的是属于鸡。那鸡分成有三种，详细细节下次来参加的话，从1400、1500的部分。那可以看到呢，这里面还有提供民宿，民宿全部会有6间哦。你看，全都是石头墙壁的部分，非常的古色古香，很淳朴。那鹿呢，都是要吃上肾，那天的部分，这是一般民众点的鸡，就在这边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行走到前方来看一下整个北干，这边空旷的部分。吴大哥，南国记鸡汤1400，台啤50块。啊、还有个烤乌松鸡，一只1200，哦，非常的，但是要事先预约。接下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天青地自良粮草50块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全都是类似很原始的部分，这是他们的厨房。那这边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是冬暖夏凉的部分。那这就是胡大哥的老板，就在正前方。好，今天是母亲节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